亚已经在香港提告。哎，你昨天有收到香港警方的通知吗？我这个部分我就现在目前都因为侦查不公开，对，所以我能说的并不多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不方便多说什么，那因为侦查不公开嘛，那还是择日吧，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报告，再跟大家说明。谢谢大家，因为我车来了，那也各位辛苦了，谢谢。